在深入人心最后一期节目中，最终首席成员得以揭开神秘面纱，而接下来他们也即将踏上全国巡演的征程。保利演出作为国内最大的演出制作与运营机构，与湖南卫视强强联手，共同打造深入人心同名音乐会，即将登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重庆、长沙、深圳等15城的顶级剧院，让热爱音乐的你们直面首席唱将，聆听天籁之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